好，每年到了农历春节，台北市万华的挂包集都有办这个街友宴，今年当然还是要继续办了，从1987年办到现在啊，而且今年呢是从元月29号，也就是小年夜，一直办到大年初二，一年举办4天的时间，而农历年呢办理差不多有900桌。挂包集说他自己出资大概200万到300万元，其他的就希望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了。